人气强强滚的，还有一个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轮番徛台，小听民进党这个中华馆长候选人黄秀峰。蔡英文就来强调，2020年，伊伫咧中华摕到57%的得票率，呼吁等候蔡英文的乡亲，嘛爱来支持黄秀峰，做伙团结改变中华，和红光大观再现红光。顶昏我和伊大选进行最后一个黄金周，民进党籍的中华馆长候选人黄秀峰在河北举办中华大步向前行造势大会，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轮流徛台，力挺黄秀峰以及所有民进党籍的候选人。中央有一个计划是很重要，叫做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有一个项目在里面，就是地方建设，我们的县政府也提计划，只要可以解决我们乡亲的问题，我中央都会支持，但是我们现在的县政府太多不支持，实在是很可惜。一下出三支钱要提升我们中华县产业的发展，第一支钱是什么？就是为民国大线的太阳能光电、风力发电的产业要继续加倍来推动下去，因为这什么话呢？这是提供的薪水是会较悬的，这拢是高薪工作。河北镇长候选人游水村、关议员候选人赖清美、王国忠、叶国雄、周俊麟、蓝俊宇等人拢上台拜票。竞选总部主委魏明国、竞选总部总干事邱建富、奥运会总会长陈应昌、立委陈秀宝也拢上台助讲，来呼吁乡亲爱做出改变。这四年来底，咱看到环境不是流标，咱的人口流失，咱都。的薪水是全国上低。秀峰甲各位报告，未来我当选，我和中央大家共同配合，咱会引进高科技产业来彰化。总统蔡英文用3000万来拜托，千万爱投票，千万爱邮票，拜托大家给18岁公民权抢出1000万票，用3票来展现台湾人的决心。在彰化新闻夜访，有何必彩虹报道。